沙鹿区中山路一带自来水干管多半在民国70年到80年初陆续埋设，因为已经到了使用年限，近几年开始陆续出现破管状况，多次造成路面淹水，店家难以营业。为此，在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等人的奔走下，争取将近3200万元的经费进行老旧干管汰换工程，并且与市府的路平专案同步进行，共计能有485户受益。短短一条路上就有将近5个补丁，这些全都是因为自来水干管老旧导致破管陆续修补后的痕迹。沙鹿区中山路、日新街及太平路等路段近几年来多次出现自来水管破裂导致路面淹水的状况，不但造成民众困扰，当地店家也难以经营，常常会破掉。就是这样子，对啊，这样子在店家的话，各方面的话出入也不方便，然后营业，然后造成财产的损失也蛮严重的。一两个月就破一次，而且都是半夜，就像喷水一样，喷的那个整条街啊都淹水。啊，因为中山路的是我落前里的要道，所以每次半夜都在起来，就在追那个自来水公司我觉得这样也不是办法。当地自来水管线多半已到达20年的使用年限，但碍于修缮经费庞大，迟迟无法一次性更换，导致问题层出不穷。为此，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等人争取3200万元经费，帮助地方进行汰换干管工程，赶在市府即将进行路平专案的时候一并展开，不但减少用路人不便，还节省了144万的路修费。总共编列了3200万。要一次性的把这个地方这个破旧的这些自来水管，塑胶的自来水管改成这个铸铁，然后这个大概在108年的3月就可以完工，所以应该速度会很快。中山路，因为这个是台中通往沙鹿区的一个重要要道，那这个路宽大概有15米哈，那这个部分可能我们路权就是市政府对于目前交尾的部分，它会比较相对严格的去做一个把关跟审查。自来水公司表示，这次将把原先的塑胶管线更换为使用年限加倍的岩性铸铁管，预计今年8月展开工程，将能有485户受益，大大改善当地的漏水问题与供水品质。记者林轩台中报道。